Hello, welcome to Dimi Studio. 我是 Adam.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将 Audio 移掉。好，首先我们选取要移掉的音频，接着我们到编辑器里面的 Audio Effects， 这边我们选取 Pitch 里面的 Pitch Shifter。好，开启后呢，我们将 Mix 这边我们调到 100%， 然后 Semitone 这边我们归零。归零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完全没有去移掉。好，那我们来听看看。好，接着我们慢慢的要将它移掉。好，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半音，所以上升一就是正一，上升两个半音就是正二，那下降就是负一、负二。好，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 Dimi 的 TW 小店。